的，可以来捕捉外面画面。这边有便利渣，谢谢。首先想要先推荐给大家的凤梨清单就是 Dreamer 21，总共三个尺寸，那就是最迷你的手袋。就像瑞迪刚才所提到的，它有背带可以非常的方便，参加 party 的时候这个尺寸是最适合的。那同时想要让双手放出来的时候也会非常好使，除了之前非常熟悉的 Rexico 龙还有个教授之外，这次也有非常应景很适合今天是猪年的当年的 Ruby 的生日 OK 以及长寿又美丽的樱桃。我可以往前走吗？好，谢谢谢谢。我们再一张。今天就是来参加这个 Coach， 他每一年都为了 Holiday， 然后他们会有一系列的这个产品，然后今天主要就是来看看他们有五只很可爱的动物远从美国而来，然后带上各自属于不同的包款啊礼物来介绍给大家。